这个视频进来双击的，肚上不长大肥肉，脸上不长青春痘。有个大米，麻辣章鱼足，觉得有食欲的给我来一个双击啊。挑战一口吞，老铁让我吃酱辣生蚝肉，我准备了一上午，能不能赏我一个双击？忒香，喜欢吃爆肚的扣一，喜欢吃海螺的扣二，都喜欢的双击。有的人一进来就会给双击，因为他知道双击能激活他的账号。觉得自己颜值高的给个双击，觉得自己颜值超高的给个关注啊。10岁以上给双击，20岁以上给关注啊。不一样的吃法，大米。最近都流行点双击，因为双击能激活你直播账号啊。吃一个海兔，有的人一进来就会给双击，因为他知道双击能激活他的账号。来一口，流沫了，好多沫。老和尚小和尚一休哥一口吞，不让你当和尚了。哎呦，是不是小红不够拼，最近的双击是越来越少了，今天拼一个先。哇、哦，我已经晕了，这到底是白天还是黑夜？哇，火辣吃，这个视频我只要吃货们的双击。来，给我上辣油，没有辣油就没有灵魂啊。哇，爆出大米和沫的，给我来个双击。来吧，火辣爆头。有个大米，哇塞，
好久没有吃泥螺了，今天来个泥螺。哇塞，挤一个，把它都挤出来，这个口感特别好。哇，深呛一个，秘制的调料，来一点，都放进去吧，不知道行不行。这个其实用热水烫一下更好吃。还行。小白螺，这个很少见，和海螺有点不同。来吧。哇塞，哇塞，绝对完美。苦胆去掉，起个干。看我能吃多少，帮我数一数。香。